美国半导体股带头修正，台股自高档回落2000点，跌之后是否酝酿反弹？接下来的财报法说旺季还有没有利多可以期待？那就进入今天的 DJ 有事吗？照例从美股说起，这次我们访问到的永丰金证券指出，科技股七月遭遇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抛售潮，主要也是担忧后续美国政府对半导体政策的动向，尤其是美国七月总统大选出现了重大变化，可能取代拜登出现的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跟川普的民调差距拉近，让民主党的选情再露曙光，但也增添了选情的不确定性。永丰金证券认为，从财报周看来，相较于四月的气氛，七月投资人风险已经趋向保守，也压抑短线的表现。市场期待能有效拉抬股市的手段是联准会宣布降息，时间点可能落在九月。如果搭配美国经济软着陆，还有有效的控制通膨率，对投资者将是利多消息，也比较容易推升股市后续的表现。回到台股大市，下周法说会已经开始加温，首先是上游的 IC 设计族群抢先登场，高速传输代表的普瑞 KY 第三季将迎来传统旺季，加上几乎掌握 AIPC 关键品牌的客户订单，下半年正向看待，预期本季营收季成长会有 10% 以上的水准。另外旺季也偏正向的联咏，上季毛利率以及盈利率都优于前次法说会预估的高标，市场也传出联咏取得 iPhone 16系列 OLED 面板驱动 IC 的订单，配额的比重渴望明显优于南韩的竞争对手，将为第三季的营运带来活水。另外切入 ASIC 设计业务相关的进度预期也是法说会的焦点。驱动 IC 厂商天宇也将召开法说会，线上记者点出，随大小尺寸显示器拉货需求暂告段落，第三季要靠电子纸显示器及电子货架的标签，力拼营收持平第二季，但因为产品组合改善，毛利率有机会交出季增的成绩。IC 通路大厂文业也将召开法说，线上记者指出，因为公司合并的美国通路库存调整比台湾的供应链落后约一个季度，预期是复苏的时间点也将落在第四季以后。IP 三雄下周的法说会也将联袂登场， M31 今年全年授权金以及权利金收入可期，渴望推升营收创高，先前因为增聘研发人力导致营业费用大幅上升的情况，最快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弥平相关的影响，获利成长将优于营收。同样是 IP 厂商的力旺，下周也有法说，公司第二季营运创下新高，目前2228奈米也进入量产阶段，下半年权利金渴望逐步放大，带动营收成长。最后是爱普，线上记者指出，公司上半年来自挖矿机的贡献成长强劲，下半年数量会比上半年减少，主要动能会回归 IoT 事业部，另外就是寄望自创的 AI VHM 技术能进足发酵。半导体族群的细晶圆大厂环球晶法说会也将登场，线上记者指出，因为终端需求更为保守，细晶圆市况回升可能延后，不过下半年优于上半年可期。日前公司也宣布获得美国晶片法案的补助，预期将对美国扩产有进一步的说明。面板厂商的群创下周也有法说会，线上记者表示，群创第二季终于转亏为盈，不过第三季因为消费意愿受到通膨影响，拉货动能减缓，出货预期会比第二季微降，价格持稳。嘉士达上半年营收虽然呈现年减，但今年显示器、医疗事业需求增长，各事业群表现逐渐回稳，预期今年医疗事业群的营收会突破10亿美金，达到具有竞争力的规模。既有事业的部分随库存逐步恢复正常，下半年的表现会优于上半年。AI 机壳代表厂商的勤程，因为是辉达 GB200 的公版推荐供应商，新产品量产的时机相信会是法说会上被关注的焦点。不过法人也提醒，年初原来勤程预期毛利率有机会逐季成长，但最近传出的讯息是新厂加入之后可能对初期的毛利率有负向影响，预期后续毛利率的变化也会受到关注。连接器厂商嘉必奇也被认为是 AI 代表厂商之一，主要是透过合并打入辉达的供应链，公司预期 AI 应用营收占比会逐季走高，今年营收获利也有挑战新高的条件。键盘厂商达方下周有法说会，线上记者表示，公司以键盘为主的 IT 事业群下半年表现会优于上半年，但不会是爆发性的成长，比较可以期待的是非屏客户的触控模组新订单。而绿能事业群因为还在库存去化阶段，今年仍在打底，预期第四季进入新品循环之后才有机会逐步回温。
电源供应器厂商群电也有法说会，法人预期公司今年要达成400亿元的营收目标具有挑战，但低轨道卫星的独立式电源、智慧建筑等等仍有助营运升温， AIPC 则预期要到今年底到明年的动能才会转强。伟创集团旗下的软体公司微软法说会也将上场，公司第二季营收创下新高，主要是靠互联网以及智慧汽车客户的增长。法说会除了公布第二季财报之外，后续也将关注 AI、互联网客户、智慧汽车领域带来的新动能。传产股下周也有法说会，空运为主的承揽商捷讯就将登场。先让记者指出，现在到耶诞前夕都是空运的旺季，运价有机会缓步垫高。捷讯今年的货运量会成长，加上运价从六月起就转为年增，营运正向。商用展示架的厂商裕庆 KY 也有法说会，公司商用展示架的毛利率超过五成，主力市场在美国，经营团队先看今年的营运与去年持平，不过第四季会导入新的北美零售通路商客户，将会是明年以后的动能。钢筋厂商法说丰鑫也将登场，公司上半年税前盈余年增 12%， 市场预期在电子业建厂带动之下，钢筋销售稳定，工具机以及手工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，型钢以及特殊钢都有机会比去年好。食品大厂普丰下周有媒体活动，公司上半年营收年减 7%， 主要是饲料售价调降以及天气炎热，动物饲料用量减少所致。不过因为黄小玉价格走低，预期第二季税后净利季增将是三成起调，公司看第三季营收应该不会比去年同期差，下半年旺季表现有机会优于上半年。资源回收厂商股票代号6969的诚信实业将有创新版上市前的媒体活动，公司是全球唯一的球形专业二氧化矽专利回收技术的厂商，能将半导体封装制程排出的封装胶料纯化成球形二氧化矽粉并重制，客户包括了台积电、日月光、友达、联电、华星、台肥等等。去年虽然转亏，但业界还是对于公司在半导体的地位以及发展感到关注。最后是热门族群，首先是光碟片。先让记者指出，这个族群很容易在大盘没有主流的时候异军突起，而光碟片的转型到再生能源产业也是主流的方向之一，这波以来的涨幅最大。基本面来看，旗下的裕德股票代号3050在2018年陆续增资后续，莱宝则在今年初与云豹集团的子公司台普威签约合作，取得其暗场储能柜系统的订单，并计划投入30亿元切入储能柜暗场的开发及运营，整体转型渐渐有成效。另外是专业晶圆代工的族群，过去一周也相对抗跌。线上记者指出，除了拥有 AI 的台积电独强之外，成熟制程自第二季开始价格已经没有再跌，甚至传出陆续厂商喊涨。虽然下半年市场终端需求看法比较中性，但因为股价评价已经到了相对低档，市场已经把期待放在明年 AI 应用延伸到边缘端的商机。另外是货柜航运族群，线上记者认为，因为第二季的获利预期会有亮眼表现，带动股价跌升反弹，但2025年供给的增长还是会大于经济的成长，整体没有办法太乐观以待。短期船公司利用附加费用多收费的蜜月已经近尾声，加上纠结已久的红海终究会开放，后续的运价还是得回归实质供需面考量。以上就是这周的 DJ 有事吗？希望对您的投资有帮助，我们下周见咯，拜拜。